我们呢是再婚家庭，已经结婚了8年了。我以为8年是一个很漫长，足够了解和信任一个人了。但是，我感觉我们之间缺少信任，缺少包容和理解。你说他有啥事就摆面上说呗，有啥事说不清楚。但是我感觉，就和他啥事怎么整都整不清楚。真是够够的了，整不清楚就别整了，一拍两散都轻松。掌声有请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于先生，41岁，来自黑龙江个体，来有请于先生，有请。女嘉宾李女士，40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来有请李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哈。欢迎老师。好好好。这是谁要来的呀？他要来的。来干嘛呀？就要跟我要分开，因为我们是那个再婚家庭。哪年结的呀？我们是2008年。你们俩结合的时候双方有孩子吗？他有一个孩子，归他前夫男方所有。我有一个男孩归我抚养，我们共同来抚养。现在孩子已经19岁了。你孩子都19岁了。那你们俩08年结婚以后有自己的孩子吗？我们之间还没有。没有。没有要自己的孩子。干嘛你离异的时候你没带孩子是吧？因为我把房子给男方了，男方他有权利抚养，那个是比较是条件方面都有认可。再说是个男孩。为什么离的婚啊？出手打人。打你。您呢？我们也是因为感情合不来。有很多矛盾，经常吵架。女方经常就是说跟外边一些朋友接触我就接受不了。跟他结婚就他打过你吗？没有。从来没有。没有。那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呢？他就认为我有事瞒着他。什么事儿时候就我瞒着，就我没有什么事，他就这么认为啊。你怎么没瞒着我呀？聊天聊得特别的厉害。跟谁聊？网上的网友。那你说我下班了没啥事儿，回家我放松放松，我聊聊天，我很正常。聊啊，你们俩不都结婚了，你们俩应该聊得到一起啊。是我们曾经就是说好像聊得也很好，就是最近这几年哈，就是感觉聊不到一起去。我所说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只要我跟他聊了一会儿，马上他就开始就生气或不高兴，要不然呢他就是说你这个也不能做，你那个也不能做，你这个也不能干，就像数落孩子一样。那么你说我要是让他，我把他惹生气了之后，我不可能再去换人吧？那如果我要跟一个陌生的网友去聊天，我会不会有这么大压力？我会很轻松的，他不高兴了我就可以换一个。现在有多少个网友聊啊？也没有几个。几个呀？那我也不太记得。你正常的聊天你就正常聊也可以。正常聊还行。你可以聊那眉飞色舞的，聊得开心的可高兴了，跟我一点都没有。不是你的，就他拿手机聊还是电脑聊？电脑也聊过，正常那个手机也聊过，微信。就是你在旁边都能看到他眉飞色舞。就是那种笑那可开心那种。哎呀，所以你在聊些什么呀？我就是为了轻松一下，也就是什么闲谈了，什么都可以聊一聊嘛。你发现什么了吗？有特别的网友吗？反正正常特别的网友也有过，有一次就是他没寻思我听着了在那个阳台上来个电话完了之后就说我到了，你方不方便啊？我做完饭了都没吃，你就急匆匆就走了。过后我也跟他解释了，我也没有欺骗他，是网上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外地的到我们当地来不办什么事情，就让人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你方不方便那个见一面，我还有时间就这样事儿我就出去了。那你看我作为当地的，我认为我这个作为朋友的角度我应该尽一点地主之谊嘛。没错没错，我请他吃点饭之后那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应该带着老婆一起去啊。对呀，你应该带我去啊。当时我接完电话我就是匆匆忙忙，我就没想那么多。这是怎么会没想到那么多呢？对不对？你都能想到尽地主之谊，这才是地主嘛。你们俩加在一起是地主嘛，对吧？
所以说他就啊老认为我那个没带他，我有事瞒着他，其实我们确实没有什么事情。他光是说正常的聊天儿啊，就是说正常上网，还给人家了微信里送个花了，买个小礼物什么的。那花，那我送花，你我跟你都解释多少遍了，我那也不是我的网友，我就是说有一个连接，我就是好无意当中好奇的我把它点开了，就是转发的那种，点开了结果一看是啊是那个主播的一个直播，哎我就看有很多下边的这个观众啊粉丝啊都去哎点花呀、啊、去送礼品，那我寻我也点吧，我就帮忙帮你那是点一次吗？你那是点多少次啊？这当时我不知道他是花钱的吗？我就点完了我才知道啊那玩意是花钱的，我都跟你说了嘛，我说你花钱是要充值的，哎，花钱那也是钱呢，不充值怎么可能随便点得出去呢？是，而且我就那一次，后来我说那行了，我以后知道了，我那个啊，我再不送他们，不点了。我跟他结婚八年都没给我买过什么东西啊，那你这我都特别的抠，这哪细算的非常那个抠门啊？他给谁买？我怎么抠了？我怎么就抠了？网上的东西你就给买了，那不虚拟的吗？那不是网上的花，那也不是真花。花钱没花钱啊？是花钱了。八年你都没给人买过礼物啊？那个没感觉有什么买的，总说我对他抠，那我每月我把钱我都。对呀，都交给他生活，大家打理啊，对不对？你们家的钱是你交给他？对呀、啊，所有钱都交给他。不是生活当中的，买菜了，买点家里的东西了，就把那个钱给我了，大钱没给我。我就感觉就我别说给你大钱，现在我每月我给你3000到5000的生活费，我们家里开销是不是？那么我每月看到账上，你就小票我算的，我算加你账上记的都不到1000多块钱，那些钱。那你不是藏私房钱了吗？还怪我说你吗？那你说主持人，那我不知道那个钱你藏到哪里了。天天是不是有记账啊？我们生活中必须得记账，记得非常明白。每当就他还比较馋，反正顿顿都得有肉。那你看那人不吃肉，我还能扎脖吗？那不得吃肉？你买过就是八年，你买过那个菜吗？那买过那些东西吗？那你看你不负责买吗？我买什么？但是我那对呀，你没买，你为什么说我这些钱乱花了，对不上账呢？那你给我对呀、啊，你咋对不上呢？你差那么多呢？好，我不知道这钱他想提不上、哎，我肯定花了，花在家里了，我没有乱花一分钱，我也没有攒、嗯，我也没攒一分钱。行，听明白，听明白了啊！你知道他一个月挣多少钱？不知道。跟他前妻吧，他就不用记账，他跟他前妻从来不说。你看，你就说前妻不记账。刚开始的时候说啊，你前家以前你们生活在一起跟前妻的时候啊，你们就那个前妻管钱。前妻，你要前妻记账啊？你说你前妻就管钱，这就说明我们到我这儿为啥就不让我管钱？完了之后，完了我说啊，那行，我让你管钱，但是让你管钱，你把账给我整清楚，那你就整不清楚啊。那我怪我说、啊、那我能整清楚吗？你上超市有票子，那我回来上市场上早上哪有票子呀？反正你们俩谁也不信谁，对吧？你觉得他藏了私房钱是不是？嗯，我觉得他藏了私房钱，我是这么认为啊。那我对不上账啊，是还是不是？是的，别绕嘛，对不上账。你觉得他没有如实申报收入，对吧？对，我认为我作为一个女人，就是说老公交给媳妇儿，他心里有一个保障，心里踏实一些啊。好了，你们看怎么办吧，各位老师，即进入丘比特问卷。其实我们说，再婚夫妻因为前面有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彼此之间应该相互珍惜，但你们身上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种珍惜，而是看到了，由于是再婚，所以相互之间互相防备着。你看似把生活费交给了妻子，但是你做得非常的厉害，让妻子每一笔都要记账。这个记账是不是你到菜市场去买点小菜也要记账吗？对呀、啊、酱油米、都要记账。他就说我整不清楚，对，每当就是我正常我回来的时候，我买菜的时候，我记账的时候，我都非常很心酸。完了之后我信用八年来，我对他就是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做什么就我给他做什么，完了，但是没有换来他的信任。其实我感觉到你很累的，作为一个女性确实受不了。你结婚八年从来没有送过妻子一件礼物，竟然给网络主播不由自主的送了这么多礼物，还说是不小心。嗯，
我看你是不由自主吧。你平时在这个问题上对妻子坦荡吗？是。坦荡是吧？如果坦荡，你敢把你的手机开机密码告诉妻子吗？你敢把那个微信密码告诉妻子吗？你敢把你那个银行密码告诉妻子吗？你敢在手机上屏幕上放上妻子的照片吗？你敢吗？问你呢，敢吗？敢。敢。他说的，你回去就做，行不行？行。就做一次。当然。你们谁那儿有纸啊？做事你们得认真，写一下。趁热打铁。我写了吗？你把银行卡的密码写了，然后你写银行卡上存了多少钱，你得说到做到。你不是不想离婚吗？对吧？嗯。别抖手，快点。就这么多啊？嗯，就这么多。是这个密码哈？对。啊，那个我现在也不能给您，抱歉啊，你不是要来离婚的吗？万一你要离的话，这给了不太好，对不对？对，我那个就你们要成了，我就给你啊。有道理。如果你们离婚，这是他个人隐私；如果你们还是夫妻，你有知情权。还有一个呢，丈夫这么喜欢在网络上和其他的女性聊天，你也要反思，他为什么和你话不投机半句多，和其他的女性这么有聊天？如果妻子平时有话没话也经常和他聊天，如果也能吸引他，那可能他的注意力就集中到你身上了。我们说婚姻当中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相互争吵，而是相互厌倦。你们两个人心中都扪心自问一下，虽然是再婚，毕竟八年了，还有没有感情，有没有激情？如果什么情都不在了，那还要这个家有什么用呢？好，谢谢，谢谢包红兄。徐总，你老婆觉得你抠，但是你的网友觉得你很大方，一定是这样，对吗？当然了，人家网友过来，对，请吃饭，主播不认识，送鲜花都不考虑钱，对吧？为什么呀？为什么冲你的老婆这么抠呢？每月给3000到5000的生活费，其实这里面你用了多少，你有没有想过？你用了之后你还要查账，对不上你还有怀疑，貌似我们对我们家的阿姨也不是这样啊，我们都不需要查账的，查账就意味着你不信任啊，你不给自己的银行密码，不公开自己的手机，那就意味着 你有所隐瞒啊，你隐瞒的是什么？你想保留的又是什么？你们俩都是有过婚姻的，都是或多或少受到过婚姻的伤害，或者说有经验的，但已经有了以往的教训经验，为什么不能我们在一起之后会更加珍惜我们彼此的感情，反而人为的设置层层的障碍？眼看你这段婚姻就已经走到尽头了，你现在来挽回是你要挽回的，对不对？嗯，是的。拿出点行动来啊！你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准备来的，告诉我。我是想让他看见我以后用实际行动吧，我也不想用过多的语言去说。那刚才那个主播老师已经，我也把那个密码和银行密码都把它写掉了，就是没有写上去。主持人不是主播啊，主持人啊，主持人，主持人，写上去，因为你是他的丈夫，只是因为这两个字而已。但如果你的心对他已经不在了的话，即使维持下去意义也不大。是，如果说你真是觉得面对着他，你真是聊几句天都不愿意的话，我就趁早分手吧，就这样。好，谢谢，谢谢徐总。来，涂老师，我问你们两个问题。你的孩子是跟着前夫是吧？对。你要每个月付赡养费吗？对。啊，你们俩其实再婚的时候年纪还挺轻的，为什么没想过要有自己的孩子？我不想要。你呢？啊，我也没想要，因为你也没想要，已经有了。所以很显然，其实在你们还年纪尚轻的年龄选择再婚，按道理来说，真正愿意在一起长相厮守的人是希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只要身体允许。所以显然其实你们的婚姻基础我认为并不牢靠。男人找了一个相对老实而且又有一些姿色的女人，
就像他喜欢漂亮女人是一样的。而你因为前夫虐待你，所以呢，你也找了一个经济能力还一般的男性，这是你们婚姻的基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以这个男人对你的防范之心，他话前话后的意思无非就是说，你把他给你的生活费贴补给了自己儿子嘛，他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可想而知，如果当初再婚的时候你的孩子是跟着你，他是万万不会选择你的。就即便是现在你一个人跟着他过日子，这样对他好，他依然还觉得你贴补了自己的孩子。你想想看，你要是带着一个孩子的话，他断然是不会跟你结婚的，是吧？嗯。然而男生其实他的，对不对？对。我们知道在再婚的选择过程当中，尤其是四五十岁左右的女性，可以接受男方有个女儿，但断然不可以接受男人有个儿子。因为将来你跟那些女网友之间聊些什么，我们大家很清楚。所以你每一次的那种眉飞色舞，甚至一把年纪还跟女网友去相见，你也够生猛。但是我警惕你，你小心第二次的婚姻再次打水漂，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你收收心吧，你也长点脑子吧，都是可怜人，既然重新开始，最好坦诚相待。就这个。你也想一件事儿，30年以后这个男人可不可靠？可靠你就忍也行。你想一件事儿，你这么对这个女人，30年以后她怎么对你？好吧，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感觉就是有些事情吧，经过老师还有那个大家所见啊，应该感觉做的确实很多地方让你接受不了。这个呢，我之前也给你做过解释，就是希望啊给我就是说这种机会去改变吧。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这个心情你也应该是理解的，因为我们结合到一起啊确实是很不容易。大多数人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个行为表现的可能不够珍惜，希望能有机会让我去再次珍惜起来了。好，谢谢两位，请回。请回。看到了一个对再婚夫妻的故事，女生肯定是带着很多的委屈和冤枉来的。下面就看这样一对夫妻，应该说8年的婚姻生活让彼此之间好像都失去了热度，一会儿的这些环节能不能让他们热度重温呢？请开门。走了。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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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还给你。拿着它有什么用啊？钱是有了，真没了。一个女人再婚，自己的孩子没有跟在身边，跟你共同的抚养了孩子，最难养的也就是最叛逆的，从12岁到19岁的这8年，这女人也算是不错的。其实你挺愧对别人的，所以你跟人家说声对不起吧。是我对不起。我觉得说都没意思，赶紧追去吧。你是要吗还是不要吗？当然是想要了。那就赶紧追去吧，你在这儿聊什么呀？那边追，那边追。哎呦，好好拿行动把人挽回吧。